威比，来，两个点点向后，拿着他马达向右，让他进来，好，点一下，进来，进来之后先找定位点固定，固定好之后呢，我们这个位置呢稍微调一下，调到哪里呢？这个位置是不太好的哈，我们尽量调好，调整，现在这个样子，调整这个位置。那我们找个基准点，记好这个位置，来看好哦，什么位置呢？叫做贴齐机身的位置，先贴齐机身。你下次之后永远就是贴齐机身下去使用它，这样就聪明了，就不用到时候这个位置又在那边找来找去。好，那接下来呢很简单，我们这个等一下再上，先上我们的这个稳定器的这个底座，来扣进去，后面两个点扣进去，往下这么一压，哎，就进去了。进去之后听到啪一声，再来锁死，锁死之后呢，哎， lock，先 lock， 好，左右 lock， 都 lock 住，这 lock 住，好，我们先做前面这一段。首先这里上下有问题，先放到最下面，没关系。好，左右呢，暂时锁死，前后暂时锁死，好，这样子是不是平了呢？这叫假平衡，千万别弄错了啊、哦！假平衡最讨厌哈、哦，来上来一点点，一样是假平衡，现在一样是假平衡。现在要调整到一个境界哈，来，后面太重，来这边转松，前后俯仰轴转松，早松转松，轻轻的调过来，摆哪里停哪里，摆哪里没有，那就往后面再退一点点，摆哪里停哪里，摆哪里没有停哪里，就是还要再调一下。好，还可以再调精准一点点，摆哪里停哪里，摆哪里停哪里，摆哪里停哪里 ，PG 轴先 OK 了哈，那么这边就好了。好，这边锁住，再来要看的是弱轴，这个是这个是要轴，这个叫弱 ，ROL 要弱，弱轴看一下哦，哦，下落去啊，宝宝进，后面这个把它。打开左右平衡，稍微瞧一下，瞧一下，瞧一下，平了。摆哪里停哪里，摆哪里停哪里，完美境界，锁死。锁死之后呢，再来看这个，这个叫要轴，这个叫镜头相机太重，镜头相机太重。好，转松一点点，往后推，转松一点点，往后推。在松跟不松之间，哈，平了，各位平了，平了，摆哪里停哪里，摆哪里停哪里，好，锁死，锁死之后呢，转77-49下，唱诵 All Money Bring Me Home， 所有的钱到我家，幸福美满。左转77-49下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好，转不转你高兴就好了。好，全部都放松，摆哪里停哪里。摆哪里停哪里，最高境界，这样子有助于各位的使用和平衡。开机，好，不撞车为原则，不撞车为原则，100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要上麦克风，麦克风上上去，锁紧，啊，锁好。麦克风同好，麦克风线理好，理到不要拖泥带水，不要汤汤水水为原则。好，回去慢慢理。理好之后呢，一样是可以用的，一样是可以用的，但不好用。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来看一下哈、哦，关机，会瞬间坠落，会瞬间坠落。坠落的原因就是这个上下稍微降一下下。还有左右也会倒，有没有看到头太重了？还要再降，这个代表下面配的太重，下面不要配那么重，下面配的太重，这样子会浪费电。其实都可以用啦，都可以用，只是会耗电而已。好，下面太重，再上去一点点就好了。好了，摆哪里停哪里，
摆哪里停哪里。好，上下好了，锁死，左右。哎，左边太重，来后面这边，左边太重，后面这边。停了，摆哪里停哪里。好，再来，要走，这会变成机身太重，机身太重，机身太重很简单，推一点点就行了。那由于这个高度已经过高了，过高的情形之下，通常它的那个其他轴的平衡不会那么完美。好，各位，相机还是太重，这一根要调到平衡。那现在是机身太重，所以退后一点点就行了。好了，平衡了，这一根看好，平的平的，这一根平的，好，搞定，这样就可以开机了。好，我们就可以顺利使用了。解开锁，解开锁，摆哪里停哪里，启动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厉害了，我的威比，简单调平衡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掌声鼓励。